不要等错过了，那就后悔了。他有一个很爱很爱的人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，却不能在一起。他们就像飞鸟与鱼，就算相爱，这一辈子。这算得了什么呀？你看看那个电视剧里的啊，那个来自扫把星的你呀、人情人鬼情没完没了啊，太阳的后生啊，你看那里的小姑娘小伙子，他们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呢？不顾死活，那最后不还是大团圆的结局吗？嗨，别人的，但是这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呀。这也不是现实，现实是很无奈的。想想，妈妈知道，人的这一生啊很短，如果遇到对的人，那就要克服困难，勇敢的去面对，不要等错过了，那就后悔了。